成都的朋友注意安全啊，阿坝就涨洪水了，阿坝就涨洪水。两个小时后到达成都啊，两个小时后到达成都。这是北京路路边上，路边上现在水已经成了河了。可以，非常聪明，天上还下的啊？从这从哪来飘的？歪了这个水啊，然后刚才底下已经在喊说要我们撤离了，我们这里一定要撤离。看一下网红打卡点，我靠，洪水啊，按到那上面来了。嗯，它好大。嗯。你那去萝卜去，那土豪去萝卜去。看看看，看在屋里边看。